表演太神奇了，再次感谢。菲利普，你汉语说得这么好，你会唱中文歌吗？那我试一下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。此处是不是应该有掌声啊？欢迎！太厉害了！哪里哪里，那还是来欣赏下一个节目吧。听说有加拿大学生唱中文歌啊？对啊，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由加拿大和中国孩子演唱的歌曲《春天在哪里》。表演者：新墨瑞克省孔子学院学生及 VK。Grace, Gloria, UK, and Connie. Our next song will be called Where is Spring, performed by Chinese and Canadian students. Please welcome them.